现在我的手感非常的差，鼠标的这个感觉操作可能不够细，所以我得打得猥琐一点。感谢卡比兽的大玩心。标题改过了，这个布兰德比我还要怂，带了三瓶药水。我打他还是好打的，我打法师还是好打的。咦，这也能伤到我？这个人好猥琐啊！猥琐。感谢浑身是宝的玩心。哎呀，我靠，漏刀！他为什么不压我呢？你这样搞的话，你中心你就要被我反锤了。Q 一下 ，OK。这个人打得很猥琐。我不能用稳来形容他，只能用猥琐来形容他。感谢自播，看自播的飞机，谢谢自播。我要 Q 他吃个药水，赚。吃药水之前一定要摸他一下，这样附带这个腐败药水的魔法伤害。好，撤死了！耶，他点我。他耗不过我的，我有三瓶药水，加 TP， 再加迅捷步伐，这你能耗得动吗？这肯定是我把他先打回家，不用想了。他必亏一波线，他必亏一波线。你必亏一波线。人马来了，有角度。我学的一啊 ，Q 他一下。你没蓝了吧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神头鬼脸，你在上神头鬼脸，神头鬼脸，再吃我一个虚无法球。好，他没得玩了，他没蓝了。再来个虚无法球，非常无耻的消耗打法。他耗不过我，感谢不要引我笑的飞机。虚无法球，我觉得我能秒他了。等一下一波 Q， 看他怎么讲。不行，就在塔下把他换了。哎呦！哎呀，你没有红你就不要抓我了嘛！你的布兰德又没蓝，算了，我走了。马上六级了，没事啊！感谢千层饼、千层酱的玩心，我来了，打断，舒服，舒服，这个很伤，我只能说他很伤。感谢想看吃鸡的飞机侠，感谢。寻寻的花海摩天轮，哇，感谢感谢感谢大脚趾的飞机，感谢寻寻的花海摩天轮啊，谢谢寻寻的一首处处吻，唱得很棒。雨是生呀，满冰冰呀，过生一门冰冰一个人，收个头应该问题不大。他还要，我靠，溜了，没东西了。
感谢阿寻的落下凡游的花海摩天轮，谢谢，感谢绿瓜皮的大飞机，谢谢，感谢大脚趾的飞机，感谢各位。超大鸟坠机了吗？哦，我刚没看到。今天大家很热情，送飞机的频率有点高，我看看有会漏啊，会漏，提醒我。感谢卡丁车啊，感谢。7-2吗？这么大优势啊！虽然我现在占据了上风啊，但是我并没有能力去杀他，而且我如果太冒失的话会被 gank。我也没闪，谁在点信号给我？这你也能把我抓死啊？你抓死我，立马现场给你唱一首《处处吻》。就反正掏我一下舒服是吧，不敢过去了，算了吧。来了，想抓我肯定在我附近啊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对不起，哎，不存在的呀，你这旁边蹲什么呢？你这蹲什么呢？那人马来了，你调皮，我是要说就能干他了啊，你调皮，勾引一下，勾引一下，哎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也，说实话兄弟，我不能过去，过去我要被炸死，不会吧？哇，这个有点冤啊，为什么他能弹我三下呢？我都已经拉开了，这位置不对啊，我被烧死了。哦，我发现这个乌龟是真的有点头铁，这蹲那么长时间还在蹲，我都知道他在，他还蹲。这名玩家没有灵性，真没有灵性。他居然领先我。装备还真不好打他，等级比较低，不行，我掏他血。没办法，现在他贴着你连打，你要真的不好搞他。我现在主要是在发育阶段，我还战斗力还太弱了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刀没法补，给我绕他一波，抓一次他就继续。给我绕他一波，他没闪，一脚踢接个大招必死无疑，好吧，我勾引一下，我稍微的就是假装一下，假装想要补刀的感觉。好，上当了，哎，我先拉开啊，免得又把我打死，免得又把我打死，好吧，好，哎，这个没事，我有秒表的呀，兄弟，你先跟他纠缠，你先跟他纠缠，你先跟他纠缠。完美，
这时候秒表用得很极致，来人了，我知道。那么我得吃一波塔皮，我溜了，兄弟，撤。好，复仇成功，很舒服。溜了，溜了，溜了，溜掉了。耶，还来？你不还要追吧？哎，我真服了，我还没有大招，我。哎，我发现这现在的人他脑子啊，他有点耿直。就我明明已经看到你了，我是个卡萨丁，他要走到这个地方来尝试一下去杀你，他怎么想的呢？从理论上来讲，他不可能追到，所以我在这里回城了。正好我大招有用了四成没有蓝，对吧？他还能又走过来插个眼，再走到这里面交闪现，然后大招冲过来。你能理解他的思维吗？所以他把我杀了，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行为非常的捞，真的，就这样打是肯定输的。虽然他把我杀了啊，这就浪费时间，你懂吗？就不可能抓得到的，还要跑一波，导致自己没有发育，对吧？就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玩家在打的时候发育会那么差，就是因为这种行为，你知道吧？就你不可以理解的行为。他能从上路千里迢迢来，我就已经看到你了，他还要抓，就没有任何的心理博弈。不谈啊，不谈什么？你看不看得到我？我反正就是要告诉你，我来抓你了。你走也好，不走也好，反正我就是那一套，我来了。行，牛皮，打得不错，很有智慧，打得很有智慧。我服，很有智慧。反正我们优势，好吧，赢肯定是赢了，只是我这把打得有点憋屈，本来手感就很差，然后又遇到两波愣头青的 gank， 两波愣头青的愣头青式 gank， 硬抓，真的是硬抓。我来了，兄弟，他要绕后了，要绕塔了，我得赶快。这一波，好，换了，拉莫斯在这个地方，我跟你讲，你不用想着，哎，逮到小老板，逮到一只小老板，就硬要吃，啊，你他妈还想把我杀了还就，你能把我杀了，我现场给你唱一首处处的。感谢小东东的飞机，感谢小西西的飞机啊，谢谢。一下走个位，侧面再走个位，你怎么办？你慌是不慌？慌是不慌？这小走位吧，啊，就R过去的斜角度走位。来，有个死，我看你这把头铁还能否成功？你还能成功吗？你不能成功了呀！他的成功靠的是运气，我们的成功是必然的。21-6，录播吗？是不是录播很简单？点他一首小飞机，看这个主播有没有反应。
如果他立马有反应，说明他就不是如果。箭头歪了，感谢高玩的缤纷飞机，谢谢。现在高玩确定这不是路博，还有谁想要确定一下？感谢巨根萝莉的大飞机，谢谢。现在巨根萝莉确定不是路博。感觉好像我的手感找回来一些，第一把好像是个屠杀，我先走，先走位，哎，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，这个要拉开之，哟，哟，哎，这个真的是手感问题，真的是手感问题，好几天没打了。十来天没打了，手感很差，挨到塔了。感谢痔疮的飞机，感谢飞扬神图的飞机，感谢陈大气的飞机。这真的是手感问题了。我想杀完之后隔墙一个闪现人，但是当我发现我挨了一次塔之后，我就知道我已经失误了。我想把它换掉了，但是发现他已经跟我拉开的时候，我知道换也换不掉了。那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如何解释了。那现在我觉得我没必要解释了，事实就是手感很差，没钱。哎，算了，出个美甲的切魂券，哎，不太好。那不行，舍不得，等一手，吃手西瓜吧。一波一波，收个大龙一波。主要这把已经结束了，啊，优势太大了，所以我就等一等也无所谓。感谢我黑签呢送上的缤纷飞机。这本来反正就是一手硬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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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硬秀他一手操作，不是操作，这不叫操作，这硬秀一手技能连招的展示。刀妹是如何释放连招的？感谢水欧的飞机，拽他，拽他我阿闪。他们还想挣扎一下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可能了啊！好像已经有人挂机了，射装你已经挂机了，挂卡林抹上。一个居然已经超神了，我居然队友超神，我却躺赢，并且我是一名游戏主播。感觉有些惭愧，
四个人头，展示一波二闪。放弃吧，你想干什么？不好吧，怎么都不拆了呢？哎，为什么都不拆了呢？推土机，哎，还守啊，这还守啊，这还不回去等下一盘算了，这还要守吗？行，我过来把他们收掉，我出他一手耀光，过来一个重击带着，好吧，一个重击收掉，还是要我来解决呀，游戏的输赢还到最后还是要靠我，没办法。这么说嘛，50块，高手就是高手，输赢还是要靠我。